皇上今天很高兴。天为难测，皇阿玛今天高兴，不代表明天也会高兴。有我在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嗯。其实啊，我只要皇阿玛相信我，别怀疑我就行。至于做不做皇帝呢，并不重要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做皇帝。 怎么，这么急着想做皇后啊？别闹，我希望你做皇帝。嗯，我会努力的。不过，你能不能为了我也努力一下？我有什么好努力的？把给四哥的爱，也分一点给我。 我对他没有爱，只有恨。有恨也好啊，总比我什么都没有的强。今天很累，回去休息吧。 就不再是我的了。我从来就不是你的。这里不痛，这里痛。我去找过素颜的尸体，他们告诉我，早就扔在乱葬岗了。我又去了乱葬岗。 全是尸体，我找不到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遗弃我，都要背叛我？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证明我的信誉？机会在你手里的时候，你从来不懂珍惜，很多东西错过就没有了。青春，你听我说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弄疼我了，放开！我告诉你，这里是乾清宫。 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你居然用皇上来压我！我以为全世界就你最懂我，没想到你跟他们是一样的，喜欢一棒子打死人。好，额娘是好人。 皇阿玛是好人，太子是好人，老八是好人，舅舅是好人，你们都是好人。就一个是坏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相信任何人。那是你自己的事。别以为你拉着老八那点微末的伎俩，可以打动皇阿玛。皇家的斗争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说起皇家的斗争。 我哪比得过你啊！不过我告诉你，就算我再没本事，我也会跟你斗下去。我不希望大清朝在康熙盛世之后，出现的是一个暴君。